从这儿去大撒关算最近的路。多谢公子相告，哎，也不知道玄冥教对此地有何图谋。哈，多亏殷少侠指路啊。殷少侠是闯荡大江南北一方豪侠，自然什么路都认识。不过殷兄既然认路，倒是前头当向导带路啊。尉迟，你阿良啊，于西，我只是在想，那个万一那件东西落在陇南的军营里，那我们岂不是得和朝廷抢东西？最好先往汉中这大城去打探打探消息。阿良，最近你可要领悟明清心法，最近这不是有些忙吗？给得我空就去悟道。阿良，此事你可以抓紧，别整日摆动你这笛子。于西，知耻吧，多说了多少回了。英雄，你查玄冥教很久了？有些时间了，上上下下算起来得三年了。玉子兄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想问问英雄，此前有没有发现玄冥教炼制石之源？这倒没有，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没注意，我只发现他们四处打洞，像在找地脉。没找地脉？玄冥教能找地脉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没怎么犹豫，本来我查他们也是因为云真兄。这我倒大抵明白他们为何寻地脉了，怕是和他们以邪法炼制石之源有关。没？难道炼制石之源还需要地脉灵气？很可能，应公子的那位敌人，那位故人，炼制前不是提及什么灵气充裕吗？想必他们的邪术需地脉灵气才行。小不点，地脉是什么？没，地脉就是地脉啊，是一也说不上来，里面藏着许多灵气，山川万物其实都靠此为生。我所知，地脉相传北京经脉所化，沿上河而走，其内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灵气，倒是确实。哎，尹某所知与姑娘说法有点不同，我们宋人的传说里，地脉是龙脉，奠定九州基石。当然，也有说是星耀之力流淌在之所，各有各的说法。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咦，这书后面部分可以被打开的？这真的是我们的回忆啊！难道这书是什么人留在那？是帮我们的？会是谁？在营地出现过的回忆，对话人物都被收到回忆里面。OK， 哦 ，OK， 哦，这以后要回去看就可以去看就对了。好，对神龛，神龛曾经进贡五次之后，这份礼物送我，送我什么呢？哦，这十字经嘛，哎，他走掉了。啊，在这里，所以一天整五次咯。玉池哥，科旁为什么被地脉灵气吸附啊？这你可不该问我，我有些奇怪着，估计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人，在另外一边呢。阿良，你不用这么说话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若有什么猜测，说便是，我也挺好奇的。雨西。我就是觉得科盘会被地脉吸附，应该和科盘本身有关吧。记载上说，科盘是以科星药力打造之物，那莫非是星药之力与地脉发生的呼应？星药之力，地脉。阿良，你想到什么？我这一时半会说不上来，乱猜一句，会不会是地脉星药之力凝聚的？是星耀之力在地面上的倒影，这和创世的秘密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创世的秘密，你从哪听说这些的？别胡乱猜测，我们眼下还是尽快去赶去大闪关。玄冥教竟然打那儿的主意，说不定那会有其他科盘的碎片。
这么说来，我猜的没错。但那个让我去探你脉关月的声音，是怎么知道此事的？还提了什么创世？哎，真古怪。一一发现了经络，尉迟哥，我和你们说，这里有几个隧道能穿过这个人的身体。小不点，不知道为什么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就想起遇见夜痴那一回，那是意外。一一有独门秘籍找路的好吗？才不会错。那你究竟怎么找路的？你也不像常年在外游弋，知道倒不少。一一有独门绝技啊，尉迟哥不会是想打探这个吧？小不点，你到底为什么跟着我们一路？实话说的吧。没，我就不告诉你。尉迟哥大不应该就是猜不到。喂，你这阿良，你多大了？和依依一般见识。一句间我们是闹着玩的啦。就是啊，于西，你看小不点自己都不生气。阿良，你算了，你就什么都放不上心上。一个魔王的 boss。江湖纷争，先发现者得，十字金是我们的。要不是安迪一时出手，你们早就被石化了。各位豪侠，远远听见我们在争论，可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少侠，你们起来评评理，这颗十字金到底是谁的？没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在云游除石之时，发现蛰伏在此地的石兽，便与这些石兽一战。就凭你们的花拳绣腿，压根打不住石兽。要不是俺中途出手相助，你们还有命活到现在吗？你们就是想要石之精，石兽是我们先发现的，石之精归我们所属。要是没有俺们，要你们的小命都没得吧？今天要是拿不到石之精，你们就别抢走。要打便打，我紫云派在江湖混迹多年，绝对不会退让。这怎么就要打起来了？你们既然看到了，便是局中的，你且选你认为有理的一方。阿良，以前他们剑拔弩张，我们只能先选一方，以战止战，让我们站到想相助的一方的身边吧。烈士人和江湖豪侠发生激烈的冲突，控制阿良进入蓝色区域，决定帮谁。两不相帮的话，我们可是会一起锤你的哦。可以都不帮吗？谁叫我们以前掌门人作恶多端？没想到你等如此不知三恶，接招吧！师兄，我们前来助战。哎，只有一个人是不是？OK， 好，我们战斗这边，我影片都快转掉吧。停手吧，大家都已经力竭，何不好好商谈？你且来说来什么好法子？诸位拿十字金，也无外去官府换领养王生，何不将这十字金换取领养后平分？对啊对啊，依依觉得把钱财平分，双方都有好处，何必要打打杀杀？哼，你说的还有几分道理，俺就去带他们去找官府换有领养，还不快走？想来他们是一时冲动，不过总算解决了，也没有枉费我们一番苦战。好，前面好剧情。哎呦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之前多谢你们帮忙，正好我刚在衙门里提点一些消息，正好告诉你们，也算谢过你们帮忙了。什么消息？莫不是科盘的消息吧？听说最近不太平，做了什么什么交，朝廷也是我的动作，在找什么龙脉？哦，朝廷找这个让什么人来找？这我就不知道，反正听说之前派的人，听说很久以前绍兴年间也派人找过。这如何就说是不太平呢？听说江湖人一想走，
认为什么找到就不用朝廷，也能关我大宋什么的。反正告诉你们这，你们自己小心，等我道谢了。没，这就谢过帮忙了，谁想知道这些玩意儿？哈哈，那我这，看你做的十字印不错，不如，咦，不可，啊，那就谢过这位豪侠了，你可是太客气了。我们这是抢吧？那个是画蛇，我们烤。小不点儿，你站住啊！喂，说了多少回了？东西不能乱吃的。哦，曹无名，女生呢？画蛇，看起来这边没什么东西。迷你龙，我觉得画蛇超烂的。他画蛇是吐泡泡，以前画蛇是头。伸出来攻击我们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敌人属性是火居多，跟火跟暗。那我们就这样啊，这样就好了。长印风换掉，换座号。这些妖魔鬼怪一直咬着我不放，早知就不该走这条道的。不管如何，我必须活着回去。此事必须及时告知将军。有人来了。嗨，倒霉，这是掉进怪物窝了不成？这还有没有路可以出去？这儿的路只有这一条。你这人，难道还想把人家留在这不管？妄称大侠，还不快帮忙！大家看到吗？他是有名字的，感觉是一个重要人物哦，要不然不会有名字，对吧？是这样讲吧？好，是不是又顿了？你受伤了，我来替你疗伤。不必，再会。哎，这个人好奇怪，受了重伤也不治，着急干嘛去？依依，别追那人了，脚步声都带出回声来了，别再惊动了什么怪物才好。这地下实在古怪。确实古怪啊，你说，这一道，地下都有这种佛窟，也不知道怎么会开凿在地下。而且都是佛窟了，居然还有妖魔盘踞。哎，莫非这儿就是那地方？你们晓得不？传说唐垂拱年间，那位女帝修过地下佛堂，和万象神宫勾连起龙脉。这儿，估计是传说中的十里山河道。唐时，又名为咫尺山河道，但也有传，其实就是三途川。常人所见，只以为是四通八达的地道，但其真实样貌却不为人知，皆因此处实际上是为镇压。镇压什么？镇压遥远西域的某个古国，防止地脉的灵气灌连那处，也通过这种方式将某种古怪的力量斩断，令其不能勾连其，只能在特定的位置降临。这说的其实就是楼兰幻城吧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哎呦，可算遇见人了，快快快，有妖怪，快救救俺，有妖怪啊。
天赋精英怪，精怪不化蛇，一旦在会战中未死亡，并身具有害状态时，下回合就脱皮哦，重获重生。命命打蛇需一级毙命。OK， 是我们要救他的吗？对，我们要。羽西，我已经听说神阙跟我石文光差不多。哎，羽西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。神阙光哪里其实并不十分清楚，但詹女也是气魂转世之人。但于姐姐为什么说神阙光和石文光不孔呢？咦，你从何处知道这些的？依依家乡的长辈说的。依依，你家乡在何处？我记得你此前说你从山阴附近来的。是啊，在皖南，这个皖西，总之得过澜沧江。那么远啊，还有人知道神阙宫？当然知道了，很久以前有人把这儿的消息带回依依的家乡呢。依依总算从雾中山逃出来了，这也总算安全的吧？这群小贼从山上跑下来了，此处有埋伏，是玄冥教的人，大家小心。瓮中捉鳖，此处还有玄冥教的人。要是这群四轮功的白手大人都拿他没辙，兄弟们快撤，保命要紧。有没有去哪啊？不如和依依来一场钢铲淋漓的战斗啊！快去拦截他们退路。啊？咦，道术书中好像收集了一些事件。哎，给依依看看吧。哎，别抢啊！没，这上面这些是什么？长千里啊，长冈里。陆昭一，没，糟了，被追上了。尉迟哥，你接着倒叙书。好嘞，看来这就是可以按图索骥，找出我们所见所闻中的细枝末节，足以联系起事的脉，有脉有络喽。不过于西，这长干里，闭嘴！有说这话的时候，不如细想有没有出过其他的线索。哦，好，我们选一个回溯，捡名声可以捡吗？名声不足，好，不行，名声。好，没有名声可以用。啊！是尸鬼啊！尉迟哥，这儿不是到了什么汉中了？不是重要城镇吗？没人看守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鬼鬼祟祟的，见了我们就跑。这个我头一回出远门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此处已进边关要塞，是陇南大撒关的重要补给之地，这尸鬼也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。殷公子，这些年边关仍不太平。于姑娘是吐蕃人，为何要如此关心大宋关隘太平与否？我是石伦宫的人，但谁说就是吐蕃人？况且玄冥教似意图大撒关，如此我自然要留心了。哎呦，于姐姐，别搭理这磨磨唧唧的家伙了，我们跟上这尸鬼，跟去看看，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
在那边。啊，那披甲戎装之人的身后，那个人好像是刚才在地道里遇见的怪人。这些尸鬼怕是金贼派来的，他们定是意图山河之。不好，我去快回大杂关。妖孽，凭你也想取老夫性命？无名，你怎样？无名无碍，可随将军杀出重围。不愧是吴老将军，身边随从都如此忠心耿耿。是你，完颜烈，你是鼠辈，可敢正面与老夫一战？哎呦呦，我可打不过吴老将军。不过这人居然操纵恶心的尸鬼，真是说话声音恶心，人也恶心。嘘，偷袭偷袭，别被发现。哟，这是您找来的帮手，看看还是江湖人士啊。没想到吴老将军交友甚广啊。吴将军，这是大洒关守将。自身三格范围内有任意单位死亡，就能获得聚魂的状态，武功提高50%。上方越战越强的意思哦。好，我们这边战斗部分。OK， 开根关。必当车。将军，属下尚可战，无需顾虑。无名，哈哈哈哈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二人便与各位义士合力破敌。好，青罗要去捡宝箱喽。十字印，也不是哦，雨妹服衣，哦，入梦服啦。OK。吴将军找来的帮手倒是厉害，只是不知道您结交江湖人士，您大宋皇帝怎么看啊？今朝就此作别了，来日有缘再会。遁身，属下来迟，将军恕罪。大洒关欠下战事如何？神机车可以修复。这，将军，战事吃紧，金贼突然发难，着实是力不能及啊。哼，贼人倒是会钻空子，本将即刻赶赴。将军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嗯，先候着。本将有话和几个年轻人说。多谢四位相助，我尚有军务在身，不特久留，先行告辞。圣上又遣人来了，召您入京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
将军，这已是第三道谕令了。来日若非马革裹尸，定向圣上谢罪。将军留步。您就是北川征龙道大撒关前人的吴将军。金贼怕是与妖人勾结，欲操纵石之云攻破大撒关，由此入蜀。哦，操纵石之云，居然有人能操纵天灾，闻所未闻。将军，是否是金人所为，我们尚且不知，但确实是邪魔外道炼制出了石之源，还在图谋大撒关。将军，我等晓得如何除石，可为将军分忧。谢过好意，但你们几个非军中人，守边境乃吴某之责，九死亦不悔。吴某此番正是为战事赶赴边境，各位少年人，战场险恶，莫去赴死。哎，将军留步啊！喂，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倒是说说大撒关里究竟藏了什么，叫玄冥教图谋啊？大撒关内果然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？看来确实还得去一趟。说不让去就不让去了吗？一才不听呢，不让我们跟着，就以为我们去不了吗？你们都跟依依来，依依来找近路，我们三人轻装简行，肯定比这倔脾气的将军啊还先到什么大撒关。是四人。四，明明只有三个人啊。哇，哪来的声音？谁在说话？鬼啊！玉子兄，用两国交战，你们不会袖手旁观吧？这自然不会。不过真会打起来吗？到时候苦了可是百姓啊。现在有雄关盘踞，金贼自然是没办法打过来。但现在那个什么完颜一烈，不知从哪里了得起的起师符咒术，再联合玄冥教，我担忧大宋官以为矣啊。除了大散关，这后面还有不少的雄关要义，竟然费这么大的劲，就只为了谋求一官。小的姑娘，我一介江湖人，不知其他，只知江山天下。没，不想说了，就不说好了，又没能逼你。大家稍作整顿再出发吧，借重庆府走闵昌道去大散关。殷公子，你乃江湖人士，去边关做什么？女侠这个问题还真当高直入啊，叫你措手不及。你在疑心我为什么跟你们同路？我殷某自认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怎么就惹你们这么疑问？英兄，你天玄门名门正派，我们自然是没疑心你，只是我们有要事，所以才多问几句。你们既不愿同行，那便分道扬镳就是。说这些有意思吗？没，你这人，于姐姐不过问你一句怎么了，我们都没提你和那人，那故人张云珍怎么回事，你倒先不满起来了。你小子姑娘，我是宋人，我天玄门乃是大宋门派，今日金贼觊觎我大宋官邑，我自然得去相助。几位非我宋的，不知我靖刚之耻，这也难得理解。国破山河在的难处。哎，尉迟哥，地脉都是被污染了，会怎么样？你怎么突然想到问这个啊？想到就想到呗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小道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念头？依依和你熟吗？别乱叫。小道姑娘，我们就真的没在哪里见过。于姐姐，我总觉得那个岔道的洞窟有点古怪，依依去探看好吗？啊，这个
这洞窟怎么回事？那个人怎么会倒回这一块？咦，洞窟不对劲，这个被什么诡辩的气脉笼罩了啊！依依说的有道理，你们且看那些人，他们像是已经没了神智，很可能正被逐渐转化的尸鬼。爷爷，我知道了，这些人的盗匪和那看守裂隙的，我们不从这过去就没事。这裂隙会通向哪呢？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又是一个人，我方到达目标点。尉迟哥小心啊，这被控制的人和盗匪似乎很强。那蛊惑的利息就在那里，给抵达那里。这些被古怪气脉控制的家伙，应该说已经脱离人的范畴了。反正不是现在的我能对付的。幸好，当被这诡辩的气脉增强的同时，也没了自己的神智。只是被控制的话，那就不会有自主的反应，只能像技巧一样按照规矩行动了吧。只要按照规矩就好办，找出危险范围就好。OK。好，谢谢行走这里。哦，他们会动是不是？站这里。然后这两个，可是我想吃那蘑菇哎。刚刚好，这么刚好。走错了。好，重新吃蘑菇，然后看这个位置。不可以站到红色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只能走这两个。那走这里好了。OK， 再来这里。我走太快了，这是那个危险范围，所以站这个位置或这里都可以。那站这里好了。不是，我一直死掉，然后观众人数都上升是怎么回事？喂，那这里怎么办？看一下。哦，可是我不能走那啊，等他再等一回合吗？再等一回合。哦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赢了啦，赢了啦。对啊，怎么会死越多人，死越多次越有人气？傻眼了，赢了啦！依依、于西，我摸清他们的行踪轨迹了，有没有听我指挥？叫你收兵过来。这裂隙是鬼地脉有所关联，但哪些又有些不一样？那我们就从这个裂隙下去，来一探究竟吧。冰窟深煞，好。喂，煞，这明明没有被石化啊，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好像在凝聚什么法阵之上，下面他去看看这个法阵就知道了。这个地方的妖魔鬼怪似乎是被这个诡辩气脉的影响很强大，这只煞想必非同一般，我们还是想个办法自取。你们看，这些妖魔集中守卫在这里，他们守卫这件东西应该与这个法阵有关系，就带我去看看究竟吧。尉迟兄，此处妖民非比寻常，还需多注意他们的招式范围。
OK， 这边的上阵角色是固定的，就两个人哦。哇，哦吼吼，很强，所以不能跟他打。好，我们先走。这符号是干嘛的？传送吗？哦，哎，这法阵，法阵碎裂了，这看起来很痛苦。看这碎裂这些法阵，能对他造成伤害。OK， 看懂了，也就是说这些法阵要去踩就对了。然后死灵术是很强吗？应该不会很强啦，那我们青楼就站这里。OK， 好，站这。哇，好痛！冲击波，所以是鸭血打喽。不行，不要，我们往前冲。往前冲去踩这个，一二三，这样子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还不行。站这里好了。还差一个。我怎么觉得很紧张啊？我的嘞。啊？糟糕。看这样走好像不太对，青龙往下走，然后引他过来。哦不不，死掉了，重来。OK， 所以看起来青龙不要直接走到这里，直接走这里，再去踩这个，然后。走这，这样子应该比较好。哦 ，OK， 我完成了，就这样子走，然后再采蘑菇，直接跳过去，然后采蘑菇，然后不可以站到这一个，会被打，所以走这里。然后，请我去踩。然后走这，可以撑一下，可以。然后完成解决，赢了。没，这是一个引流阵，是将地脉的灵气引流到这法阵上，应该是地脉灵气被石污染了，才会有这个强化妖邪的诡辩的气脉。上为什么会凝聚在这个法阵之上？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啊，反正不是近代才有的法阵，用的还是鬼书呢，非常古老了。好，赢了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这关的角色是限定，只能玉池羊跟青罗上阵。解完之后会拿到两颗十字印，还算不错啦。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地图点。凡诸位留步，在下是大宋川峡四路吴将军所统，行营左护军帐下威武都尉的禁卫队队长，有事相求。
金兵赤侯伪装成镖局人深入我关隘内，请务必助我截下他们。没，果然，这包裹它不像是寻常百姓会用的，可能是衙门的人的东西。反正现在是我们的了。阿良，要是能找到失主，那就还给人吧。但这不是找不到吗？没，就是这个里，隔痛扎营了，咱们就好好研究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如果你在大地图看到一个恶魔的图案，一定要去做。一定要去解它，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应该是有一些关卡的开启之类的。现在总算有时间打开看看这贼人抢走什么包裹啦，那一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小不点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闲得住啊？没，这里有一封密函呢，我看看。暂不思下。自120年前黑龙消失起，龙居岛不再有怪事发生。但自3个月前起，龙居岛再现异动，不知究竟为何有古怪光亮，似是鬼火，你需前往查探。占卜预知事之详情。没，这信件的主人真倒霉啊！这人盼本打算到龙居岛，不想却遇见了贼人啊。人被小贼干掉，估计也没什么大本事。阿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死者呢？随口一提，随口一提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没，我们要不要去龙居岛看看？之前我们路过了，对吧？这还是别节外生枝好。阿良，你觉得呢？这哦，龙居岛事件，好，可以去了是不是？那我们启程，好，我们到龙居岛吧。耗费体力10，难度未接12。哦，是陆昭义的行外伤破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解。是选左右转，别过去，我们先听听他们在谈什么。选左右转，这次为何不能为我所用？九阴大人，这里已没了阴气，无法施术。没错，难道是黑龙被拘后，这里的灵气就没了吗？你们尽快去别处再寻吧。看来有人来送死了，正好，再过半刻钟异变发生，要人都不用找了。你们两个，
到底算哪边的人啊？喂，今日相逢有缘，不如就让我们验药人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可没有给你们当药人的想法啊。敌方全面 ，OK， 不能选敌人，不能选真。我们角色就是这三个人上场啊。敌方全灭，我方全灭。OK， 这全部都要打死啊！指令者，右转、左转啊，右转旋左。OK， 好。哦，蛮帅的。选左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应该是男生吧，没记错，我记得是男生。撒尤娜娜，再见，三分全垒打。你们两个到底打算什么？是什么打算？藏头露尾，与你无关。今日你们很走运，异变还未发生。没错，我们走。哦，龙居岛。不知何日才能见得天下安定。啊。龙居岛究竟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会引来这些奇怪的人？而且藏普也关注到此事，还派人来调查。事出必有因，只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太少，没有机会深入。我们有机会深入，下回再遇上，定要查他的底朝天。这话说的有理，正好也能逛逛九州大陆，看看世间风貌，这才是我该有的人生啊。阿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感情一直待在石门宫里是委屈你了？啊哈，我没这意思啊。我们还是快赶路吧，就往这边走吧。OK， 龙居岛视线就这样。旋左右转，去让金兵增加人马。继续攻城。完颜烈截杀那赶来的守将不成，恐你打草惊蛇，怕是为求稳妥，不愿再增兵吧？没错。告诉他们放心，只管攻城就好。此次我们将以秘法相助，势必能帮他们拿下这关隘。主上要的山河志，我必为他带回。吴老将军带出来的兵，哈，也不想想，杀头空照征人骨啊！像昏德公一样不好吗？留条命不好吗？世间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呢？二牛，咱还剩多少弟兄了？我不想打仗了，哥，我想阿爹、阿娘，还有夏儿。石怪，石怪来了！二牛。石怪，我们遵吴将军之意前来相助，稳住战局。吴将军的兵马已在路上，援军随后就到。尉迟哥骗人，
老将军什么时候说让我们来帮忙了？你们为何不再早点？二娘刚刚还在想爹娘啊。之前老将军好像提过，大撒关内好像有神机车，在何处？就在那儿，但已经坏了。要是这东西完好，也不会死这么多兄弟。尉迟兄，你不会打算修那玩意儿靠它来打仗吧？这玩意儿要真管用，我大宋这会儿可不会在南边待着了。死马当活马医，你真以为现在多出了我们几个就能守得住？还是碰碰运气，说不定我能修好呢。毕竟我是技巧师。启动装置被熔毁了，看着痕迹像是有人刻意为之。这机库还能运转，只是……尉迟兄，你看我干嘛？我没法修这玩意儿，但能改装成个威力差不离的机巧，应该能顶过一波攻击。不过我需石圣石、黄杨木、水牛筋、细麻还有火油，你对这儿熟吗？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些？这，你等着，我进城去找。你等着哈。阿良，情况如何？现在只能等殷少侠回来了。我们且守住一时，算得一时。只愿能撑到吴将军援军到达，我们上阵吧。OK， 好。哦，紧锁五个回合。我方一边骑士完人数大打三等或我方全灭，所以我们不用主动进攻，所以我们这一场都放铁卫吧，全部放铁卫。要全部放铁卫不行不行，我们要放捕食，因为还要帮我方 NPC 的死亡人数大三人，不可以让敌方死亡人数太多，所以铁卫放两只是 OK 的。随军医师，只能放三只哦。铁卫放一个铁卫吧。那就这样子，好，就这样。最上方的阵线又涌入一波石兽，我们已经无暇顾及，还望你们助我军一臂之力，千万不要让防线被突破。战场之上，如果能够妥善利用巨马攻势增加防御力，便可以更好的抵御石怪。这只，这边有宝箱。还有吗？左边，好，宝箱就一个。一时躲过去不行，属性被克。哦，青龙被打好痛哦。
我们来加快进程吧。玄祖，右转，去帮他们一把。相接何太急？没错，不过好像他们的增援来了。没错。你们竟还是赶来了，英雄少年，大宋何其之幸，此道房间就交于本将。今日我吴某同诸军并肩而战，同生共死，为我江山百姓，为我大宋天下，儿郎们随我上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只能靠青楼走过去了。应该是十字印吧？对，十字印。那青楼，好，我知道，站这里。OK， 然后这样子。应该打到十八，打到十八，可以。吓我一跳，有人加入了。OK。啊，死了。刚好属性磕到，太棒了。吴将军啊，您真是铁了心要用将士血肉挡我的路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这儿可有死刀兵。移到后面。又漫天箭雨，哎，这样哦，全部都打到，然后想一下怎样打比较好，这样子好了。这里的话，你看，
五回合了。大人，石之源似乎气力用尽了。再来多一些吧，这样的话，应当就能炼化出更多的石怪。神机械，流火教，生机仅在一线间。没错。这两人究竟怎么回事？算哪边的人？阿良，殷公子回来了。尉迟兄，你需要的东西带来了。殷少侠，你可算来了。让你们尝尝神机车的威力。这不可能啊，这都已是炼化出的成品，怎会如此不堪一击？这石之源看来还要改一改。哈，吴将军，你可当真是不知何谓唇亡齿寒，鸟尽弓藏啊。这下你可是要回去看你那皇帝画工笔画去了，当年那莫须有可也是忘光了。呼，真是万幸，大恩不言谢。吴魔即将进京面圣，眼下各位若有事用得上我吴魔人，当敬请言来。这个，其实我们在追查玄冥教，意外得知他们意图此地关隘。老将军可知，这究竟是为何？又或者，将军可有玄冥教贼人的行踪？这，吴魔人倒未尝听闻。兰州。哦，兰州城。兰州现乃西夏与金交锋之地，恐不安宁。无名，你带他们从小道走，绕开金贼地界，以免旁生枝节。是。好，拿到宝箱的十字印，然后这个幻境文牒 ，OK。联合金朝攻打城池，圣女，哼，一直听幽先生说起你，还未曾真见过你。听说你是他造出的人偶。是，圣女问这个是何意？哼，我就是好奇幽先生练手时造出来的人偶是何模样。你这样子也难怪先生会说是失败品。圣女无需多言，九阴知道主上想要的人偶并非九阴。哼，那你知道幽先生为什么要找地脉寻上古法阵，乃至于要你炼制石之源？圣女，你既然这么问，那想必是早就发现上古法阵压制了双矢降临之锁，你不愿撼动法阵，让主上能够通过。你以为幽先生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要抵达冥界？主上有自己的理由。哼，他想找到那个新人偶的魂，他想赋予那个人偶真正的魂，让他回来。自从石轮之力出现婴灵降世，他就不再是我的幽皇先生，也不是你的主上了。你说，若那个人偶真的活过来，你还能得他丁点注意吗？圣女别说了。九阴呐、啊，我若接回了父神，届时先生想找的魂也一样被幽银吞噬，那先生就不会再有念想了。你要不要帮我？吴将军，为何深夜来访？你可是复姓尉迟？这个老将军怎知道？
还有谁人能修好神机车？想必也只能是你了。吴某人有一物转交给你，毕竟此物恐怕还是得交于你才是最合适的。老将军要转交何物？我这还有要事在身。吴某并非托你替我办事，不过是需此物转交于你，算是作为尔等助战修好神机车的谢礼，想必也能助你一臂之力。这是什么？山河志。这上面为何会有记录这些事物？这吴某就不知了，只知传说此物本为神秘组织谛听所有，是本神册传闻期间所藏地脉之力，携带此物所行之地的任意风吹草动皆可知晓，世间奇诡之事多，或可从中得所长。免，这样就知道江湖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吧。确实如此，但谛听究竟为何监测世间变幻，却是不知，你可先一观此事。像是需要特殊的人才能完成啊。这些事物需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，其中能得到宝物需得耐心等待，另外有时还会发现些奇诡之物，吴某就未得知其作用了。好，得到三合制这个东西就派遣用的，每个委托最后可以派遣一名队长和三名队员来执行，因您阵容满足所有委托条件方可进行派遣，一段时间之后即可获得奖励。委托有常规、限定、每日、唯一四种类型，在委托列表中可预览本次委托完成后的报酬。哎，刚刚的委托嘞？哦，协力任务跟委托任务，总而言之就是你去派遣任务会得到报酬了。那什么报酬呢？我们待会再看一下。不要召回，不要召回。一文探险，天火至天降，耗时两小时。然后阴灵属性兵要两个，阴灵位阶打死要四个。哦，这么多。这样不行，阴灵属相要冰要两个 ，OK， 反正就是要符合就对了。我们待会再试。好，先这样。吴将军，山河志为何要交给我？您方才所说转交又是何意？此物乃吴某替人保管，自吴某驻守大洒关后，便一直收于关隘内。此番自然称之为转交，况山河志怕也就是那邪魔外道意图大洒关的因由。因由？这将军似乎刚才提了，山河志中记录了地脉，但而今似乎也看不出来。玄冥教想要此物，是为了寻刻盘，还是说地脉里还藏了别的秘密？将军，山河志究竟是谁让您转交的？一位故人，您莫再多问，吴某所知也仅此而已。阿良，你的明清心法今天可有感悟？载物。阿良，你若不喜欢，那便便是不喜，也该遵圣者所言行事。与其我罢了，还是不提这个了。
每次说到这，总是有他们的理由。他们呐、啊，那脸是大雪上的雪，万年不融的冰。阿良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说话？尊者和圣人他们教你，我这、啊，你自个该学什么，该念什么都闹不清了。阿良，你去相信他们一定对你做了最好的安排。安排，于西，你不懂。我想要的是自由，并非仅仅是离开大雪山。我已经不问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偏是我。我都已经说服自己，这一路就当作游历江湖、寻上路的默许技巧了。我还要如何呢？于西，阿良，你既选择现在这条路，你就得走下去。选，我选过吗？我有的选吗？曹大人是在借酒消愁。唉，无名和往日一样，探沙场征人。曹大人，你说沙场征人，以命相搏是为了什么？活着不好吗？真为了家国天下？家国？许多人怕并不为这些，只为守着谁罢了。其实此话你不该问无名。无名生来便只是一柄剑，此生听命行事。若要无名死，那便死，不为什么。无名此生恐是没机会知道当为何而死，但想来世间总有东西值得付出性命去守。会是什么呢？无名不知，这需去找。人各有意，想要守的自然也不同。有人愿王师北定，有人想定时局，百姓思安居，各有各想守的，各有各想要的，有时候甚至无对错。就连高宗不愿迎回二弟，怕也为不将大宋江山再次罢了。此事无名不该提，你听过便该忘了。玉玺哥，我觉得你应该主动点。主动点，小不点，你在说什么？鱼姐姐都急成那样了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你怎么比卵？你怎么比木头还木头啊？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。好了好了，那我清静一会儿吧。没，那你好好清静一会儿吗？哼，劝和这种事，我还真是不擅长啊。曹大人。问你一事，说。不是都说想北伐吗？北定中原，为什么要？朝中声音不一，有人想偏安，却并非皆是另惜生命之人，不少也却是为百姓厌战，想要安居。但再不北伐，兵都老了，就和当年诸葛武侯一心北伐一样，此代人都不北定，那大宋怕是只能偏安了。那武将军呢？他怎么想？将军主战，他也怜惜士兵性命，却咽不下那口气。那口气从靖康至今，他这辈的人怕都忘不得。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，个人的理由，偏安还是北伐，这事就没得贵错。当年用母物却是东兴，想欲学我大宋之耻，迎回二弟。但谁想过皇上如何呢？家国动乱，把他立为帝，颠沛游移。若二弟回来，他要如何？世人只看其想看，失其所想罢了。哎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本军终于回到山河之中，睡个安稳觉喽。没，原来你跟着我们，别打这山河之主意啊，小心烤了你。你离我远点，是忘了本君的名号很厉害的吗？咦，莫要无礼。按方才卷中所载，小妹那谪仙身旁的童子就是。嘿，小丫头倒是有眼界，既已知我名号，再敢不敬，小心我一口将你们吞掉。这么说，阁下对山河事是无比熟悉喽？
而且本君与此卷的渊源那是说完话长了。非凡人能破卷也，得此卷者又能探寻此章，按者则先留下的遗稿说的话。前辈，万一于山川是近冬后斜十月正日，吾乃山河志守护卷神，既能破解卷中之事，说明你们有着天大的心缘。这样吧，往后你们依着卷中的神庙所探之前，若有所得，我愿代劳为你们收集，也算替你们扫些麻烦。但这卷中神庙还需你们自己去发掘。如此甚好，那就有劳前辈了。好困，我先睡一会。哦，就是《山河志》当中可以派领取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获取报酬了。然后报酬就是看起来是烈焰丹跟十字经。然后他刚刚说领取可以帮我们，是指什么？接受委托？没有，没看到啊。一年战力达到100。OK， 随便按一个看看。看起来没有领取啊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看山河志是派遣用，然后收集一些任务，看起来是每天要挂机用的，也不是挂机啦，就是你就是等到任务就赶快去接受委托，派英灵出去收集材料。好，上官远。小子，这天下可还是我大宋的天下？这是，却也不是。哪来的吞吞吐吐？说清楚些。仍言大宋国祚，但却丢了半壁江山。娘的，80万禁军连个汴京都守不住，一群废物。前辈你别激动啊。好，如果天府之国的那个声誉关系提升了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看起来，当一个区域的声望提升之后，会出现更多的事物，同时报酬也变得更丰富了。没，那是什么啊？原来每个区域都有商坊，在这里我们可以购置这些地区的商品，作为物资的补充呢。你看，我们与这些地区关系的变化。可购置的物资种类也会变得更多。原来如此，既然这样，今后我们也更多关注山河志，增加其他地区的声望，才能得到更多的物资补充啊。根据天地劫世界构造，山河志划分了多个自然区域，完成对应区域的委托可获得声望值，提升声望等级，解锁更多的委托任务和商坊物品。声望商坊按照区域划分各自独立，商坊内可预览各声望等级提供的特殊商品。OK， 好，就可以买十只印啊，买啊，没不够钱，对不起，货币不够。然后这是什么？红莲化焰，诸葛正邪。可赋予红莲之效哦，买一下看一下是干嘛的，都买。他不能一次点好几个然后买吗？好，是这样，先这样。然后这个是货币 ，OK， 货币还没有。博物斋可追溯此魂曾有的纹路，魂石。哦，用十字金去买这些物品，哦，还不错。
就类似商店街的意思啊。先买一个。OK， 那刚那个是附魔用的。OK， 好。然后打到道具的话，这是魂甲，就这个。哦，这是材料的意思啊，是炼制荒灵俑用的。OK。所以在商店街可以买到这些东西跟装备附魔的东西。那像装备可以附魔吗？我们试试看。还不行，因为我身上还应该还不行啊，应该要弄这个钻印。OK， 好。也就是说，三合士可以多多去派遣任务，派遣任务去收集一些道具之类的。一些材料了，然后收集那些钱啊，然后去商店街购买，商店街购买。好，然后有些任务是，你看嘛，有些报酬是，可以看到影一凤、心外伤魂，然后可以拿到几个呢？不知道，我们就接受委托。然后他就写需要一年影一凤，也就是说有那个心外伤魂，看一下哦，心外伤魂的话，就要需要那个英雄。假设那个任务没有你没有那个英雄，那你也解不了。然后大概就这样子，然后去委托派遣。好，这是得到用派遣的方式去得到你的心外伤魂，去做突破的做突破动作。除了抽卡以外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小妹妹，怎么用这副表情看着姐姐？于心冒犯了。哼哼，你不说我也明白，那眼神我前世总是见的，既是可怜亦或惋惜，只是你们这些人都不明白一个道理，既是心甘情愿，又何来错付终生。